即将走向红毯的，让我们欢迎人气女团成员歌手 The Night 刘雨昕。照，有请。啊，好帅啊！哇，今天的造型真是炸裂的帅气，太厉害了。他一直都这么帅。好，来到我们的采访区域，我们知道之前在没上红毯之前啊，造型好像就已经上了热搜了。是吗？我们也在刷热搜，对，谢谢谢，我还不知道，对对，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大家？就是，对，因为今天其实是我走的最沉重的一次红毯，因为今天这套造型有20斤，对，哇哦，对，很难忘，真的很重哎，对，哎，我听说你最近要参加那个潮流合伙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潮流合伙人过几天也要播出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。哎，你觉得你理解的潮是什么？我觉得潮流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潮人也就是特立独行，敢穿敢做自己，敢于做第一的人。我们一直知道，就是如果走红毯的话，很多服装是拼接成为是战袍的意思了。那今天20斤真的无愧于战袍这两个字。没错，穿20斤的衣服走红毯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脱下来之后应该可以飘了。对，身轻如燕是吗？太好了太好了。今年雨昕收获了，除了收获了很多迷妹以外，还收获了很多迷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姐姐团都是你的迷姐儿，什么有 Miko 啊什么的，我们都很喜欢你。是意料之中吗？首先我觉得姐姐们的直爽是非常让我佩服的，然后也特别感谢姐姐们对我的肯定。然后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向姐姐们多多学习他们的领域。谦虚谦虚了，好的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常林姐，谢谢，拜